有一日，耶稣甲加学生相去相度，耶稣都对加学生讲：七家来去过海。加上行行等加之时，耶稣都衰落教。末日下，高太风甲太阳，密多几道晒上，热多水甲未潜黑诶。加之时，变多安危险。有一只耶稣诶学生，夹夹去喊耶稣放起来。先生，先生，这个位置耶？耶稣都放起来，得个太风格太用，当场个风用都停下，个海也清了下。过后，耶稣对个学生讲：做咩你调查按摩心心？个学生都不错讲，个知道按起解，个调查都调讲。生来你只人是很万人，风格用都还参加呗。耶稣甲加学生过去加利利亚的海耶，基督山都到加拉塞地方。初个加拉塞地方有一只来自人入到安多摩鬼，呢只人按叫的无作三夫甲无错不卡等下，但系初四年的天变黑，因为呢只人按恨入到安多摩鬼，隔壁的上司都的人托加书甲加叫用铁链。但是李泽人还本是密团的铁链，李泽人也安恨本魔鬼带去亲亲的地方初三平衡。耶稣下上的指示，记录到安多魔鬼的人都去你耶稣。看到耶稣的时节，他都跪下去坐耶稣的面前。耶稣都赶给到魔鬼出打给泽人。用暗香的声，几十人都对耶稣讲：“耶稣，罪过上天来，你有咩事情对爱？爱求你，忙好看爱落天有道。”耶稣都问佢：“你咩名？”佢都讲：“爱日太公。”李泽人为安用恩耶稣，因为本旦给到魔鬼日太降。过后给到魔鬼都敬求耶稣，忙好赶给到撒落天肉度。魔鬼到人群隔壁，有日太公主亲潜室，初给因讲询问。给到魔鬼都按要求耶稣，恨本给到撒入去给主的壁。耶稣都恨将给到魔鬼爱的。过后，个头魔鬼都入去个主位边，结果个日太公主跳下去海边，打个阴公船，伴随潜水潮。个头庄主位人看到个隆重事情，佢头杀照单转，个拉晒上司。托个比，佢头杀见讲伴个上司多人，加劝个比个人哋个隆重事情。听到安样，记得安多人都出来爱去看个发生出的事情。许多耶稣的比，记得安多人看到记录到安多魔鬼的人好诶，佢初旦劝耶稣甲要作三夫诶。记得安多人看到迄样，记得啥都不惊。过后记得庄主的人都反光本记得安多人的，用凭耶稣以后记录到安多魔鬼的人。听到这样，隔壁的隆重人都喊耶稣走打基督徒的地方，因为到基督徒安静。耶稣甲加学生上船爱走的之时，接着本耶稣以后的人行前去按要求耶稣爱停耶稣去，但是耶稣对李泽人讲：你进去，讲本人地用本上帝救你。过后，个泽人都转格拉塞上司，佢见刚本个边龙中人地，用本耶稣安厉害救到佢。